接下来欢迎派翠克还有林莎。为什么厂商不找你？是哦，是找你，会找你。厂为什么找我？听清楚，听清楚。我差点接了，会找我，会找我。Why？ 因为我其实是算是做一个形象的哦，因为我很常做的影片是潮气品的形象。我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做的那个影片是因为大家会觉得业配很无聊。哎，说实在，因为大家现在业配种类很多，对，太直接，没有人。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是要赚钱，你才做这个讲这个话，太硬了。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做软广告，就是我是自己拍自己剪，就是自己演。导戏什么什么的，所以一手包办的下状况下，厂商就會觉得说他可以知道他要什么东西，然后讲出去之后，用很多新闻去分享这个影片，我可能会结合一些时事，或者比如说像之前那个食物的外送，然后我就做一个那个我们与饿的 hungry 饿的那个距离，然后就完全找到一样的那个基隆渔港。然后我们去那边拍一镜到底，然后就很多新闻去转发，很用心哎。对，所以形象他们就觉得哎，其实蛮良好，所以就很多手游啊什么什么之类。真的，他接很多。对他真的蛮接很多哎。有，很厉害哦。哎，林莎。林莎，我只能说厂商找我业配是超划算。怎么说？因为呢，我是艺人业配，全家总动员，全家都要帮忙。有一次呢，我就介绍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给我爸，我说哎，这是我业配，给你吃吃看，这样我就想说单纯只给他。吃而已，然后后来呢？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吧，他就跟我说他要40罐，他说40罐他就卖起来了，哎，好强哦！只给他吃而已，他不是业配去讲啊，他不是业配，他自己还做经销，真的很强哎。他就跟他公司的人说，哎，我女儿在做业配，你们吃吃看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跟我买40瓶，然后从此之后那个厂商都觉得哇，我很厉害，带货量惊人，还会帮他卖这样，对，全家都是销售王。哎，这个让厂商会觉得蛮窝心的，对啊，没错，因为你就这个，哎，你我只是找你业配，结果你来叫货，哎呦，真心喜欢，哎，这个是真心喜欢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今天他们两位要PK 的业配的商品是什么？请看。防水用品，哎呦，对，你这个可爱女人，哥知道了，很久没有出新歌了。杰伦，对，但我们说好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哥今天就给我的歌迷们一个交代啊，喜欢哥的记得来个问卷啊。就是不知道你卖什么，就唱简洁有力。没有，其实业配啊，我的重点都会在影片里面，真的。因为现在其实我说实在，很多人都不会把文章看完的，没有耐心，大家都是图片主观为主，所以有时候你文案反而打得少，他会点进去影片看。那重点你都不担心他看到这没什么东西就闪跳了，可是因为下面就是影片了，那我们直接看业配 Visa 来。可能他影片很精彩。来来，我们蛮屌蛮屌，因为那个写完那个说好不哭之后，好像蛮久没有出新歌。潮汐平嘛，很像很像。会给我所有粉丝一个交代啊，不然这样，今天介绍大家一款防水胶的。没关系，怎么做测试嘞？好不好？我今天有特别来宾，那蛮屌。我们换一下熊熊。跟我认识的熊熊不太一样，好不好？大家用这个防水胶带把熊熊缠起来，看它会不会死掉。OK， 变个模式给大家看，仔细看。对，我刚变的它已经粘好了。对，做一下这个测试啊，有没有水？仔细看一下。这边，它很明显哦，熊熊下半身已经湿掉了，刚贴那个胶带的地方完全干了。什么？所以大家觉得测试还不够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哥自己来测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包全身，亲身实测，我靠，有急要来了。然后到定位是不是？OK，眼罩可以拿下来。我怎么听见下雨的声音啊？欸，真的很大，哥没有在淋雨，拜托，不是防水测试，好不好？这边有一杯水啊，不是，我要回家陪我老婆，拜托不要这样弄，好不好？要感冒，好不好？这水啊，直接泼下来就好 ，OK。有点进水啊，小生气，有点不开心，有点小生气，你看。
一下，我的衣服应该是都没有湿的。对啊，对，没有湿的。好，不然就这样。对，你要买就自己买。对。然后跟进去擦一下，然后要买自己买。好，防水胶带啊。话说回来，有哪一种胶带是不防水的？对啊，胶带本来都防水。对啊。怎么样？看完以后自己有没有信心？对，我觉得刚刚的表演是还 OK 的。你觉得给自己表演打分数，满分就对了。还 OK， 还不错。还 OK。轻声下去，对不对？泼水那么多，来，但是我们这个黑寒来了。来，黑寒。业配功力100分，模仿功力0分，根本不像嘛，像曹大哥，不像周董。的水桶太小桶了，没有诚意。但已经很大桶了啦，认真看他模仿，对商品的记忆深刻。哎，我夸奖夸奖。哎，有一个真的很过分，他说派翠克太矮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吧？走的是什么路线？我觉得他被泼水有牺牲的话，那我真的就是搏命演出，真的。真的，因为今天要比的是防水用品嘛，所以我等下你们看完我的就知道什么样才是厉害的防水用品。难不成有写真的画面？我来先看一下林莎的业配文，来来来，赶快。下雨天鞋子袜子湿哒哒的好烦哦，还好我的秘密神器在梅雨季的时候拿到了，就是这双能够防水防滑不怕滑倒泡水的时尚雨靴。每天下雨走路都小心翼翼，怕水溅起来，一不小心就跌倒 ，OK 一堆。但是穿了这双雨靴，走起路来轻轻松松，漫步在雨中也多了一丝浪漫哎。想知道这雨天神器更多资讯吗？赶快点击链接哦，跟拉拉一样，还算清楚，还算清楚，来直接给他看看，来。好。哎呦！跌倒，鞋子跟袜子一直湿掉，超讨厌的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双超厉害的雨鞋哦。噔噔噔噔！平常人一般在路上啊，都是穿凉鞋或是拖鞋嘛。那我今天呢，先来实测看看，我用拖鞋跟用这双雨鞋来实测，看哪一个比较不容易滑倒呢？在雨中走路会发生各种状况。走在路上，有时候你会需要赶红绿灯，剩下10秒，好痛！哎，他真的摔耶，好会摔哦，很痛吧？下雨天被抢皮包，需要追犯人的时候，有找到？哎，犯人自己跌倒，哇塞，这太凉了吧！想跑过去雨中拥抱 ，Darling， 啊 ，Darling， 为什么他不救我？哇，哎呦，要死了！你这个是真的摔欧车啊！真的摔，天哪！只要有这双雨鞋，在雨中我不会再滑倒，而且依然可以保持时尚哦。只要有了这双雨鞋，在雨中各种状况都可以轻松应对哦。赶快点入连接吧！有没有信心？他自己也按赞了。你是不是也想到他那边去买了？对对对对，看完自己会有信心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胶带很烂？黑寒，黑寒，哎哎。滑倒姿势漂亮，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不忍心 Lisa 摔那么多次，心疼。林莎太美了，无法分析注意商品，这也是好事。对，林莎应该一跌倒就变比基尼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合理，我觉得合理。会点击数会增加，哎，合理。不够自然，被小偷偷钱包那一段，他是演的呗？不，这但是都显示他们是认真真心在。就从头看到尾才知道。来，直接看成绩了，好不好？认真看。来 ，Patrick， 紧张吗？小五秒，三，请看。啊。二三四，还 OK。银沙这一段有没有搏命演出？1、2、3，应该不错。哎呀，死了！2864哎，雨轩打那个文案是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你看完第一次点，后面再提醒你一次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男生要学一下。怕你漏，所以他可能看完这边，
他就点了，这是一种。看完这边，哎，好哦，我等一下来点。等到进来这里以后，再哦，对，还可以点，那我就点。啊，哦，不会漏掉。二十天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互相研究，有时候学到了。多几个可以吗？啊，再放多更多会不会点？多就真的太多，我们三十个这样，每一句都有连结。两个差不多。恭喜获胜的是林莎，来，林贝贝开始。放好，放好，好，小心，小心，来，很稳哎，很稳哎，鞋带掉了，鞋带掉了，小心啊，你不要跌倒哦，这是苦耐劳，很厉害，很会翻哦，加油，快，加油，加油，喂，不要挑了，不要选了，没有，拿到就走，拿到就走，哇，四秒，哇，三秒，两秒，时间到。OK， 好强啊，多哎，今天班最多就你了。哎，你很强哎，很会翻。